去那坐好。不是要收拾行李吗？你不是要吃面吗？你还真是吃不腻啊。嗯，因为你第一次煮东西给我吃就是鸡蛋面啊，就是咱们第一次过生辰的那天。好好吃，别噎着。那你不应该问我话呀。再顶嘴就没得吃。哦。从无言村开始，跟着看到的线索一路走到这里，也遇到了之前看到过的洛昭言。可是洛昭言，你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？能帮助我们找到想找的东西吗？找不到也没关系啊，反正旅行很好玩，可以去很多不同的地方，吃很多好吃的东西。你呀，脑子里除了玩和吃还能有点别的吗？别的是你会想啊，我听你的就好了。唉，我命该受累就是了。金章，咱们真的要查那个圣宗吗？你不是说这些事跟咱们没有关系，又太危险，不要管吗？谁让洛昭言趁喝进去了呢？再说那邪教把人当牲口看，还真让人觉得不顺眼。说起来你好像挺喜欢洛昭言。他对我们很好啊，不过我还是最喜欢金昭了。哼，算你会说话。我说真的。傻瓜，没骗你，我在诺日布那边真的看见了怪物，一口就把我的马给咬住了，我好不容易才逃走。行了，我信，小声点，吵着别人。这位公子，打扰了，能请您详细描述一下当时的情景吗？哎，好，好。哎，又有哪里的妖魔要造飞来横祸了？和咱没关系，吃饱了就上去收拾行李吧，别让洛昭言等得不耐烦了。咱们不知道还要跟他处多久。洛家的商行应该在银辉堡北部。洛家主，谢谢你捣毁那个邪教的据点啊。分内之事，各位的钱财我也会尽快派人送还。至于之前城里的失踪事件，也已可确定是这邪教所为，只是还要请各位再给我一段时间查找线索。啊，好好，我们相信洛家主。是啊，是是，那就拜托洛家主。拜托了，拜托了。哼，我看是最近圣宗的信徒越来越多，抢了你们洛家的名头，所以你故意找茬冤枉明主吧？你说什么？我们被明主看中，很快就能飞升成仙。你们不仅不信明主，还跟着洛昭言侮辱圣宗，迟早会被降罪惩罚的。我们靠自己努力生活，光明正大，像你这种乱信邪道的人才要小心。两位冷静，众位请先回去吧，如果事情有了进展，我会遣人告知你们。好吧，洛家主，那我们先走了，要有什么能帮忙的尽管找我们，我们相信你。
罗家主，你现在悔悟还来得及。几位，启魂圣宗为非作歹是事实，别再被他们蒙骗了。你又没有加入圣宗，我跟你说，我就认识几个人，本来病殃殃的，信了圣宗没多久身体就好起来了。罗家主，你年少气盛，不明白这世上有很多事乃人力所不能及，只有像明主这样的神才能真正救人呐。老伯，真正的神仙怎么可能骗人害人呢？我们都是自愿将钱财奉献给明主的，至于失踪的人，你有证据证明是圣宗抓的吗？正是，流民乞丐一向居无定所，那些所谓失踪的人或许只是前往他处了，又与明主何干呢？骆家主，你为了争名冤枉圣宗，这可不对呀，理应立刻当众道歉，为圣宗洗刷污名，请圣宗回来才是。老伯，老人家，这几年神州许多地方都发生了起魂邪教骗钱骗人的事情，他们真不是好人。我只知道信圣宗有好处。你小子哪儿来的？骆昭言找来的帮手吧？做人要凭良心，别因为他给了你点好处就跟他一个鼻孔出气。帮手？我几天前才第一次来云回堡。那你更当及早醒悟，入我起魂圣宗才是。明主巡游天下，责备苍生。这位老伯说的真是太有道理了。月兄。哦，你是昨天向教室捐献的那个小姑娘。是啊。老伯，不是全天下的人都像咱们一样有慧根，能明白明主的好处。天也不早了，我看您还是先回去，明天再来找罗昭言，慢慢说服他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吧。嗯，你说的也有些道理。罗家主，还有这个小伙子，明天我再来找你们。老伯，邪教确实……罗昭言，你还不好好反省。是。骆家商行就在前面，温堂主、月兄、月姑娘，我们去那边说话吧。任由他们这样执迷不悟下去实在不妥，可如何才能令他们醒悟？洛兄，有些事他们自己想不明白，别人再怎么说也是白费，比起浪费力气跟他们争论，倒不如想办法直接把邪教干掉。这话在理。兄弟，刚才谢谢你解围了。小事一桩。洛兄，不为我们介绍一下吗？哦，失礼了，这两位是月今朝和月琪，这位是温阳，中原正武盟永武堂堂主。正武盟？魔教之乱后10数年，曾名噪一时的四大世家逐渐淡出武林，又过数十年，锦安正武盟崛起，引为新任武林同盟。正武盟由多个帮派联合组成，各帮派仍保有原有体系，但危急时刻需要听从盟主号令行事，共抗强敌。月姑娘对我们很熟悉。正武盟在中原鼎鼎大名，有很多叔叔先生开讲你们的英雄事迹，他听多了自然记住了。早就听说永武堂温堂主武艺高强，义气过人，没想到今天能见到真人，实在是太幸运了。哈哈，岳兄弟过奖了。
温兄弟是为了邪教的事来的吗？嗯，年初左盟主接到密报，说启魂圣宗在景安拐卖人口，一查之下发现他们确实拐骗了不少人，受害者最后都下落不明，追查下去发现这邪教干的坏事还真不少，盟主下令除掉了他们的景安分舵，又传令各地追击邪教成员，因为邪教遍布神州，左盟主特命我们前往边疆各处提醒当地武林同道提防。原来是这样，罗家主，对付邪教并不是银辉堡一个地方的事情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联手比较好，正武盟人手多，也可以前来银辉堡助洛家主一臂之力。多谢温堂主好意，我们也早已发现邪教并不简单，已追查了许久，援手就先不必了，若是有什么新线索，我定会和正武盟联络。也好，还有件事，洛家主，我明天就要回中原了，不过我的兄弟居十方你之前也见过的，会在这边多留一阵，他虽然是正武盟的，却不大擅长武艺，洛家主要是遇上了还麻烦你照顾一下他。这个自然。对了，不是还有位叫明秀的姑娘吗？她随你一同回去吗？她一个女孩子孤身在外，让人放心不下，我还是派几个人保。不劳烦洛公子了。是客栈那个女孩子。温堂主，洛家主，我是来辞行的。这么快？刚才你说遇到一个熟人，我还以为你要在这待上几天。他就要离开了，方才听闻落日部附近有妖兽出没，我想去查探一下。明秀姑娘孤身一人前去剿灭妖兽，未免有些危险，可我们刚刚获得了邪教分舵的线索，如果不尽早赶去，恐怕对方会得讯逃脱。若是真有妖兽，我洛家绝不能袖手旁观。明姑娘，还请你稍等几日，我和你同去，也好有个照应。明秀自小除妖，并非一般弱智女流，洛家主放心，我一人足可应付。况且妖物多作祟一日，便多伤几条性命，必须尽早铲除。可是金钊，金钊，那个大狗好帅气，他一直在看着我们这儿呢。那么明秀就先告辞了。好吧，万事小心。落日不临近洛家庄，我明天就会启程返家。明姑娘有事，尽可前来求助。好的，多谢洛家主。这位明姑娘也是正武盟的。啊，是啊，明姑娘法术很厉害，出手那更是毫不容情啊。林姑娘能得到温堂主如此肯定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汪汪汪汪，叫啊！乖狗，抬手，我给你鸡腿吃。他喜欢吃辣的。真的？真的啊。汪汪，快叫，我拿最辣的鸡腿给你吃。小秀真狠心，明知道我最讨厌吃辣。嗯，那个气息绝不会错，但为何？而且那人应是洛家主，我也先告辞了，十方的事就麻烦你了。放心。
昭言，干嘛不要正午门帮忙啊？人多不是更容易打赢吗？齐，别乱了。不瞒两位，我骆家追查邪教已久，如今好不容易有了些许进展，正午盟名声远扬，若是此时与其合作，将来世人定会以为骆家是靠正午盟方才得以清剿银辉堡附近的邪教。我既是骆家家主，总有些私心，不愿被正午盟夺了名头。那是自然的。之前在福金堂找到的那些信函账册，我想带回家中仔细查阅，两位今天先在商行委屈一晚，明早同我一起回去如何？没问题。管事。给月兄跟月姑娘安排两间客房，我还有些事要处理，明早再见。客房就在商行内。走，给你找地睡觉去。又是这，这水月之地还能留存多久呢？天命有时，非吾等所能臆测更改。若真是天不可违，你我又如何能共看这一轮明月？此月不存于世间任一处，瞬息之后亦将不存于此。瞬息啊，可是你不也想留住这瞬息？齐，醒醒。金州。太阳都照屁股了还不起来。金昭，我又做那个奇怪的梦了。还是记不清？就记得很大的月亮，还有两个很漂亮的人。不行，一醒就想不大起来了。你再想想，说不定跟我看到的奇怪画面一样，你的梦也有什么意义。唉，虽说有些在意。好了，以后想起来了再告诉我吧。哦。走，去找罗昭言吧。
小宁就喜欢这些七七八八的小玩意儿，我又不能常回洛家庄。家主，这次又要麻烦您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带到。哦，对了，这几天听一些经过金翠洲来的客人说，遇到了一只奇怪的野兽抢夺包裹，幸好被抢的多是食物，没什么损失。哦，金翠洲温暖湿润，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许多野兽回返或者迁徙而来，往年我都会让人去驱赶危险野兽，今年忙于追查邪教，将此事给延误了。回庄后我会马上让人前去巡视。不，小人是说家主您回庄时也会经过金翠洲，虽然现在还没有人伤亡，您也武艺高强，可还是请小心为上。好。乐兄早。两位休息的好吗？今天可要走不少路。嗯，你家的床比客栈的软和多了。那就好。洛馆时常驻营回堡，不能时常回家探望女儿，因此托我帮忙转交些小礼物。我们这就出发吧。